这是什么怪物啊？胖哥，我发现最近特效主播，我发现最近跳那个特效主播挺多呀。你一上来就欺负我，你就说我什么东西？没有没有没有，我吓我一跳。我也认识几个，就是说特效主播就特别好。胖哥，你一上来你就喷我，你就欺负我。没有，我哪欺负你呀？感谢你敢勾引我。你刚才是不是喷我了？我哪喷你呀？感谢 TK 啊，感谢字母啊，感谢啊！你敢不敢喷我？什么？哦，我在，你喷不喷？我不喷你，喷你我又该疯了。我前段时间刚喷人，在笼子里边刚出来脱的关系解开的。我在，我很珍惜机会。我怎么那么不信？不信是吗？我跟你说，我这个真被封了，刚解开啊！你这眼镜要掉了。这你这怎么这怎么整啊？那你这么你把那个变声器关了，咱唱会儿歌是喊会儿麦咋的呀？谢谢我小小，我唱歌喊麦还用关变声器吗？唱歌喊麦，我这张口就来嘛，不是吗？感谢大硕的啊！这大硕这准备好了，这是来吧？那你，你先来，我先来呀。行，那我先来吧。简单的喊一首《大话西游》。这一看这就是大手了，我这是弟兄弟级别的。惊雷这通天修为天塌地陷紫金锤紫电战寻求火焰九天寻界惊天变乌云我平常打他不想一语乱喊多情自悟空与恨周身万人人哎喊错了说好的喊提笔在画西游啊提笔在画西游把山门青山拢外斗多少次在回头巨恨不见你为饶甲烷虚拟忠臣五百年前你做坟不服气也不服财没人有数你倒云只怕太过可怜放不得下这孽缘谁看人的语言谁让我爱你一万年喊错了这操来吧来吧感谢啊，感谢这个兄弟送的一三一四啊，感谢。你就不要这么，你就不要这么跟他们杀猪一样，你喊什么破麦喊麦，我来给你喊。喊个麦这么费劲，还画西游，画西游，画什么？画唐僧，画小白驴行不行？画西游。画个西游这么难吗？画个西游。个死胖子，喊个麦这么费劲。注意你的言辞，操你妈的，别给脸不要脸啊！要什么脸要脸？追我来，干我来，票说话来。那得注意你言辞啊！咱玩这个东西是不是咱得玩得起？对吧？咱玩就行了，喊麦咱喊就行了。我喊完麦，你在这叭叭什么玩意儿？叭叭叭叭！你注意我跳了。哎，能不能好好玩？骂人干啥？我说你骂人干啥？谁骂你？我什么时候骂过你了？这个死胖子，那个死胖子，胖马的了。嗯、哎。胖子，那就死胖子，你怎么了？我什么时候骂你那个死胖子？这一天天的都这么脾气暴躁，你还让不让我喊麦？还跟我急眼？你不让我喊麦，我不让我喊麦，惩罚的时间我惩罚我自己，可不可以？喊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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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行。一天天的，你说也说不得，还说也说不得，说一句你就急眼，说一句。你就开始干我，说一句不就骂了一下吗？不就骂了一下？你没骂过，没骂过，我没骂过，我骂你吧，你骂过吗？
还不让干吗？不就干一下吧，就干来吗？使劲干我！干你倒是提前吱一声啊！这偷塔是什么玩意呢？不就干吗？不就现在？不干你怎么不干啊？你这么的，我加你个好友，咱俩好友，咱俩干一把，行不行？我这一三一四啥都没补上，对不对？你不要加我好友，对不对？这一三一四啥都没补上，对不对？啊，说一个胖子，你就给我急眼，就给我叽里巴拉，叽里巴拉，急眼。什么玩意？叽里巴拉，叽里巴拉？你家大哥不是很牛逼吗？干一下子。行不行？我现在不是干你，不是现在在干吗？不是在干。不对，你这偷塔，你怎么？咱俩从一开始就干。从一开始，行不行？从一开始我不就跟你好好不就说了一句胖子，你是说呢？你说的是啥？你说的是啥？什么玩意？这个死胖子，那个死胖子，喊麦喊的这个呢？我愿意，咋的了？你愿意，我不愿意，你愿意。愿不愿意你挺吧，你俩人家干啥呜呜喳喳的。我现在来喊嘛，不愿意。你瞅瞅人家那些大主播、特效主播，像五弟的、星库的那些主播，我们关系都非常好。我上来我很开句玩笑，我也没急眼啥的。你说你整这玩意干啥呢你？我就跟你开个玩笑，你就开始急眼，你看。不是说急不急眼这个事儿，你说你没有这么唠嗑的，你上来就损人家，我跟你熟吗？那我跟你讲道理。那你们跟别人说话都是臭你妈臭你妈，那我是不是也得臭一下？我没有啊，我跟你说了吗？我气，我是不是跟你很礼貌？我说那个好妹，你先来吧。今天呢，也没有，你不是有吗？不是没有吗？我就不相信你没有臭过人家，对吧？讲道理嘛，你这个我可是醉了，我也是，急死半点，吓得我一跳，你急死半点。你有没有臭过别人的妈？你说。你们自己直播间很多人是不是也听过也见过啊？是，我是操我妈，我操过你妈，操你妈的！你看，是吧？